夏天来了，又到了吃烧烤喝啤酒的时节。青岛海边有家超五星级酒店的水沙连中餐厅，推出台湾风情的小酒馆，其实就是烧烤大排档，但是食材很高级，有熊猫猪之称的两头乌、野生大沙公，而且使用瓮缸做烧烤，风味很独特，菜品贵的200多一道，在青岛算是最贵的吧。话不多说，上菜品。这次烧烤一个很特别的工具就是瓮缸，为了还原最地道的台湾风味，水沙连不惜花重金从台湾南投定制三只瓮缸空运而来。瓮缸烤制在密闭环境中加温旋转，保证其受热成色均匀，可最大限度的保留食材的原味，极为推荐。瓮缸盐烤两头乌98元每份，两头乌有着熊猫猪之称，曾被当作薄礼赠出，即使在高级私房菜馆也难得一见。酱爆大沙公238元每斤，全取野生大沙公，每只重可达一斤，蟹膏浓郁，肉质饱满，鲜卤烤制，外焦里嫩，再上火炒制，一单叶浇灌，制得润滑汤汁，是台湾极具创意的吃法。烤虾酿糯米椒68元每份，口味十分鲜辣。盐烤石鱼石甲盐烤大鱿鱼68元每份，还是很诱人的。三杯鲍鱼198元每份，取到台湾三杯鸡，采用本地野生大鲍鱼，添加米酒一杯、黑芝麻酱一杯、酱油一杯制成的三杯调料，鲜嫩肉质中加着香辣，甜脆口感，令人大饱口福。这家餐厅在青岛也算是很高级的，设计上古色古香，餐厅外面就是大海，看这些菜品你觉得